据青海公安，7月26日，青海果洛州达日县下五科乡发生一起刑事案件。经调查，曼杰有重大作案嫌疑。犯罪嫌疑人曼杰，改彭，男，2000年7月28日出生，现年24岁，身份证号6326240000728041412，户籍地址果洛州达日县下红科乡折榜村一社，身高170厘米左右，体态中等。为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，对提供有价值线索的奖励50000元人民币，并严格保密。对知情不报、窝藏、包庇和协助犯罪嫌疑人逃匿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。